好，我们按一下影像调整这边的曲线。曲线呢，必须要你先理解过色阶，你再理解曲线才会比较好懂。我们刚刚前面这个色阶哈，这个现象是什么？就这个是色阶的分布图。好，所以你在调整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把色彩做集中处理。那曲线就是这个色阶分布的再进一阶，好，就是把我们刚说的这个色阶在这里，这个就是色阶的分布图。那它就是把色阶分布图再加上什么？这一侧的哈，加上了对比的感应，所以它把色阶跟对比结合成一个这个调整的项目的。那调法怎么调呢？这边呢，它有预设值。所以你可以直接运用，好，比方说我现在让它的感觉比较强烈，那我直接选这一项，它就直接给我很强烈的效果。那这个就是它帮你调整出来的样子。好，那比方我不要用，我要自己手动啊。你可以怎么调呢？在这条斜线上随便一个地方点下一个点，它就会出现一个调整的点。好，那你可以点至少两个点以上。好，那点可以越来越多没关系，但是一开始你练习的时候，建议你最多就是大概两个点到三个点就好啊。那你看我单一个点哦，我往下移，它是整个颜色加重。那如果我往这边移呢，它重的感觉会不同啊。那往上移呢，它会变成啊白调，这样子啊。好，那当我这样移啊，没意思啊，因为它只是两个极那个极度的反差嘛。可是当我如果出现第二个点呢？这个时候我可以刻意控制它变 S 型，所以这个效果就会变成另外一种。然后因为点的增加，调整的类别就会越来越多，哇！那甚至我可以刻意的调成很奇异的现象，比方说我中间故意这边拱起来，或者故意往下压，所以我会调出很另类的感觉，哇！这样的效果，这样的效果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发现讲到这边来，你有没有发觉很多的那个写真集的感觉是不是这样慢慢做出来的？所以这个曲线有没有它运用的层次来讲，通常是针对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调灯像写真集在用，另外一个呢就是专门在调高反差的反射物在用的，比方说什么金子，有没有那个不锈钢，还有金属表面，会利用这个来调的比较多。所以呢，对人像跟金属高反差的东西，会建议你用曲线来做调整，你调出来的效果就会非常另类。好，你看一下我们调完的结果跟原来的样子，好，就差很多了。好。